当小爱音箱有了屏幕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。它可以显示时间、天气、音乐、视频，还有更多功能。看得见的生活助理，服务你的每一天。起床啦，快点起床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小米九发布会将在2019年2月20日。小爱同学，播放我的歌单。QQ 音乐曲库为你贴心推荐。当然还有海量爱奇艺视频资源。小爱同学，番茄牛肉怎么做？小爱同学，我想看动画片。寓教于乐的儿童内容，带孩子找到世界的答案。小爱同学，给女儿打电话。妈妈，我给你买的衣服收到了。免费语音通话，一句话即可接打。智能家居看得见，语音或触屏都可以控制智能设备，联动智能门铃，轻松看到门外来访。小爱同学，看一下宝宝。连接智能摄像头，时刻看见牵挂的人。小爱同学，晚安。晚安。多达500个技能，让小爱同学更聪明。小爱触屏音箱，好听更好看。